拌拌，还会打累了就来拌拌。哎，首页很多妹子哎，这全部都是妹子哎。来看一下，子女，子女是什么意思啊？子女别撩，就是指在任何情况环境下都只喜欢男性的女性。让我这么一看看，看看看谁先回好不好？看有谁回我。小姐姐你好，基本上中午和下路然后都会跟你玩的有很好，有时候呢可以给我点个单子哦。这个有点眼熟哎。天仔这个好像有点眼熟，天仔就找他了啦。你好、啊，有没有人说你的声音很有气质啊？我的声音很有气质，气质还没有哎、欸，就是很仙。你是第一个，听起来很仙，很仙，仙，很像仙女的那种，很仙的那种感觉。哇，你好会说话哦！所以你是小仙女姐姐吗？我是小仙女姐姐呀，你是小仙男吗？我是小仙肉。就问你是哪个地方的人？哦，我是哪个地方的？你说台湾的哪一个地方吗？你是台湾的吗？我今天有两个给我下单子的人，好像都是台湾的小哥哥。啊、哦，真的哦。可是我是你的人。欢迎来到传说中学。你好会撩啊！啊，没有，还有5秒到达战场。我刚刚听说一句啊。你说，今天很多人跟你下单？没有啊，有两个。能今晚？那你玩这个玩那么久，是不是会有不同的国家跟你下单啊？有两个是有，但是沟通不是很方便。那你最喜欢哪个国家？对，过来草丛埋伏。我最喜欢哪个国家？对啊。我这些没有了，我觉得都挺好的，都挺好的。请求帮助。你有特别喜欢的？钱能解决的问题，还是问题？正义我方。如果有特别喜欢的，那就是有你的国家。哦，其实我也是，我想要跟你回家。我感觉今晚歪嫂会很火。哎哎，我这个网络怎么2.57了？哦呦呦，天哪天哪天哪！什么鬼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刚刚460，我惊呆了。可以动了吗？可以动了，可以动了。你有看见我在动吗？有有有，你不能动，我来帮你吧，我帮你动。你帮我动？哦、你还可以帮我动吗？哇，你手刹哎？没有，我是蹭的人头。我76这个网络，哎呀，现在好一点了。等一下，我给他拿一口。我说一下网络卡，好，你就在我后面吧。好，我就在你后面。你站我后面吧。我要做你坚强的后盾。对，因为你上吧。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会有一个女人守护着，你就在后面守护着我。对，好。哇。好，我上去帮你。他会死掉吗？对。你很秀哎、欸！我帮你补一口。你知道，如果当你在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世界里面，你如果迷路的话，你可以选择来找我。那你要记住，在这么大的世界里，永远有一个女孩子，她一直在向着你的方向，她在找你。好，就是我，她叫梦梦。梦梦，
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哦。嗯，没事，只要你要，只要我有，我就倾尽我的所有。搞他！搞他！他走了，没事。这个塔平安可以退掉吧？哦，有人要检举你。这样吧，你在这边，我跟，嗯，你就待在这里这一条线，对，好，然后等着我回来，好不好？我去打仗。嗯，我在这等你，你去。我答应你，你去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你别担心我，你一定要回来哦。好，你一定要回来。好，你不可以丢下我一个人。好的。嗯。我天哪，我好卡，卡爆了。不行！回来了。我奶一口，奶一口，奶。没事，我回来了。什么情况？你怎么走了？我卡住动不了了。哎，你有对象吗？哦，我今天没对象，我今天对象就是你。今天没对象，今天的对象是我。哦，你不问我没有别的对象，那我就当你一天的对象。我说就是你，我怎么死掉了？这是什么技能？哇，他好准啊！对呀，就很准嘞。他刚那一箭就像今天遇到你，被你射了一箭在我身上。怎么办？这是恋爱的感觉。有一点，怎么办？啊，这边。人的话，我就死掉了呀！啊，我是不是张狂了？哇！好痛啊！哇，他好痛啊！你痛不痛？我痛。我心里。我帮你吹一吹。好。帮你吹一吹，有没有好一点？感受不到。感受不到。可能需要再强烈一点。那。强烈一点。哦。哇。我卡都不行耶。以前有没有女孩子跟你讲过？讲什么？说你很有让女孩子喜欢的那种特质。没有，我通常都是一个人。没有人可以跟我说这种话。别放弃，我这个人，你都是一个人。哦，我这个人就你现在是上班还是上学啊？哦，我就很喜欢玩游戏。很喜欢玩游戏。对，我没有什么。以后你不会是一个人了，以后你有我啊。以后有我，你就不会是一个人了。那你可以答应我吗？答应你，以后都不能走。我在这儿，我不会走的。来都来了，干嘛要我走啊？多累啊！这个小丑他不受我控制一样。哎呀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其实不是网络卡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一碰到你，我就醉了。你先过来拿一口。我过来了，等一下。我这个……哦，我没有赢啊！有奶到吗？有。再拿一口。
来了，有点舒服，有点到吗？好，很强这一波，可以，很优秀哎，我们赢了。哇哦！耶！你好厉害哦！啊，好像我觉得我们相处的时间好像还不够。我们相处时间还不够。对。那就多打两把吧，来吧。多打两把。哎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么过分，让我这么过分的喜欢你？为什么是带我去你家？